由南投县政府社会记录总处辅导南投市未来社区办理的小基建计划当中，规划我的文化我自主生命教育系列课程在凤山社区办理，江苏家长辈如何立手买资以及规划财产等等，希望让老大人相关概念重视家己财产的分配和运用。透过桌顶游戏大富翁，和老大人回忆过去打拼赚钱的辛苦，也了解要好好运用财产的重要。三平社区理事长赖彩霞表示，这次在凤山社区学习的概念，回去也会教给三平社区中介。这样子就很好了啦，不要去讲钱啊，儿子，今天不知道有没有饭吃，然后怎么的，都不要去想这些，他们自己会计划。自己也有工作这样子，对的，而且自己照顾好身体，照顾好呼吸啊的，小生意做啊，有生意不没有生意，身体做得好最好的。要把这个课程带回去我们的三星社区来，教导我们的长者如法来规划他们，银发后生的一些，不管是遗嘱或是说他们想。一些财务、哦、如法去规划，也可以从此来讲一些他们小时候或是年轻时候想圆梦的一些事情。把四个囡仔交代好，拢交代，讲给伊知影。哦，知影的所在吼，想要交代的小秘密，他们都给他们请求，去法律公证嘛，对不对？哈，那义工也是去法律，只是说比较严格。过去老大人较欠缺写手尾字以及处理财产等知识，借着这届课程，江苏杨淑伟指出，希望长辈对财产的分配和运用有不同款的想法。对，因为今天主要就是透过游戏的方式，让他们知道说，其实那个打拼，从他们以往这样子打拼的年代，生命的起起落落，其实他们会更懂得说，真的是这个财产得来是辛苦不易的，所以更应该懂得怎么去管理跟分配，才是一个对自己跟自己未来这子女的部分呢，是一个很好的交代。在南投县，真侪少年人拢出外打拼，剩老大人留伫地方。主办单位表示，借着生命教育系列课程，和社区长辈会当提前规划家己的财产，除了让老年更加精彩，嘛，让世世当尊重，并且实践老大人的想法。记者陈信宜，差不多。